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通。那除夕夜必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跟家人吃火锅。哎，这个火锅不一样啊，因为我爸爸妈妈很讲究，一定会花很多时间炖那个汤底的，所以这一次我爸妈应该很辛苦。所以除夕夜就跟你的家人一起，赶快到 MeWatch 收看那一年的除夕夜。